周杰伦显摆两难搞哭。哎，先把结了眼眶红。这个你讲完再哭哦。不不不不不，不会吗？不可能，男人不能哭的。面子先准备好。男人不能哭的。是的，周杰伦差点被搞哭哭了。他加入导师阵容的《中国好声音》昨天播出周杰伦战队考核赛，每个学员都是最强的。这次的对决让我无比的揪心。这周杰伦变成了周杰伦是没在唬烂的。而他的团队不论是美声拔辣歌还是说唱饶舌歌，有精细 feel 的穿越风，我荒村野桥行尸外孤岛，远离人间尘嚣，柳絮飘，执子之手，逍遥。导游甚至还有超级玛丽兄弟的阿卡佩拉风呢。这中西流行乐大混唱更是精彩啊！其中尤以这一组表现最令人心折了。我的眼泪擦不干净，所以绝口不提，所以暗自反省，终于我挣脱了爱情。You cast your fears aside, and you know you can survive. So when you feel like hope is gone, I look inside you and be strong, and you finally see the truth that a hero lies in you. You find the way.由胖胖的李安和瘦瘦的江元东合唱的《Hero 简爱》澎湃动人，这游戏规则是得二选一啊，搞得导师周杰伦也激动万分。我觉得很荣幸有，因为强强才会有经典嘛。对对对，你为什么脸色苍白啊？好了。我要站起来活动一下，哎，为什么要这么哭哭啼啼的感觉呢？你看，原来他是这种性格的人哈。他就是一定要憋着自己不能哭。我想要给李安一次机会。坚决不哭的硬汉周杰伦痛苦的做了选择，留下李安。哎，他转而对自己生气了呢。一定要决定一个人，那种感觉很生气。所以你现在不要说话，你劈腿快点。苹果与浪爱劈腿可以消气之类报道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20000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